今天上午进行了团体铜牌争夺战，女团比赛，河北队3-0击败了四川队，获得铜牌。孙颖莎第三个出场，3-2艰难战胜郭燕，帮助球队取胜。啊，我觉得整个的发挥吧，还是我觉得整个一上来人吧，包括节奏吧，我觉得还是略显一些沉闷跟卡不住点吧，我觉得，然后自己整个的调动的积极性，我觉得也不够。